像冰山，思念深像狗血的心肝。为何无情对我，让我这呢痛？情意无如怎，伊当拆破随风散。风吹，你敢袂痛？无我，你敢会开怀？为何咱就要安尼互相折磨？想起相爱你甲我，目屎流袂煞。你是我最难舍的牵挂。像冰山，思念深像狗血的心肝。为何无情对我，让我这呢痛？情意道路怎，伊当拆破随风散。风吹，你敢袂痛？无我，你敢会开怀？为何咱就要安尼互相折磨？想起相爱你甲我，目屎流袂煞。你是我最难舍的牵挂。就要安尼互相折磨，想起相爱你甲我，目屎流袂煞。你是我最难舍的牵挂。掌声。哇，很多哦，很多，对，掌声很多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唱得很好，你唱歌最好诶，我伫后边遐听吼，我感觉你唱歌最有感情，唱歌最好。但是凯蒂讲好，无一定我就好啦，对不？我就代表讲老师的思想，咱嘛是爱听咱的廖老师对你的讲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廖老师。老师好。并且我没有看错人哦，在网络上去选出你其实是有一点声音的，但是我相信我的耳朵哈，今天的表现也没有让我失望，是对的哈。来，日头恰呀呀，你是日头恰呀呀，你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咪嘞咪，你是咪嘞咪，一个萝卜一个坑了，可惜了啊，这里可惜了。然后你还有一个，我先讲不好再讲好的哈，你的尾音哦太老派，全从头抖到尾。有时候不一定要抖，有时候稍微抖一下，有时候拉直的稍微轻轻的抖收掉，会比较适合这首歌的歌型。这首歌并不老派，它是有点偏国语的那个曲风，所以你唱起来很适合。但是我要嘉奖你的是，你是今天到此这唯一让我觉得你唱歌有感情的人，你唱歌蛮有感情，你有投入，我有 feel 啊，这个东西。谢老师，其实唱歌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哈。但是你有一些细节还是要再加强了哈。那像你分开你敢袂听，这句就很好。分开你敢袂听，但是你的听表情不见了。无我你敢会很好，开哇哇又不见了。你最后一个字的感情断掉了，对，就没有连接，这是可惜的。哦，那你如果说整个分开你敢袂听，无我你敢会开哇。五个字，五个字都交代得很清楚，不要分开你敢袂听，因为
前面放了感情，因为我要唱下一句，后面那个字就青菜交代，就可惜了，那个情感的连贯就没有了。但整体来讲，你是情感表现最好的一位。好，谢谢老师。